Hello， 各位 High End 的音响迷们，大家好！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国际 High End 音响大展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北的三创生活园区，这里陈列了许多高级的音响商品，也是许多音响迷流连忘返的地方哦。High End 音响展要来收集响迷的心愿，而响迷的心愿到底有哪些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。Hello， 帅哥你好。请问您听过一年一度的国际音响大展即将在圆山举办吗？有啊。哦，有啊，知道，知道，因为之前有看到。我知道。你只要聊你心目中有没有一套你很想要的音响商品？有，我目前在用那个 LTIC 的电脑喇叭。那目前是比较想要这支耳机，当然 Audio 的这个品牌的，它是丹麦的品牌。高高，感觉会比较帅。BenQ 的静电蓝牙音响。你现在说的这个理由，我们帮你上传到我们的脸书，就有机会获得 TAA 音响展为您提供的一些精美的音响周边商品。那您会愿意吗？好像可以耶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的 ，OK 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您，那我们就帮你上传。那音响展呢，也就欢迎您一起跟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样子。谢谢你，谢谢，欢迎你，一定要来参加哦。谢谢你，谢谢，也欢迎两位一起来参加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也欢迎您一起来参加咯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好。